我被瞬间轰了就剩十几元钱，大家可以看看这搜着有点变态。然后我决定搜着全这么变态，咱就用灵活机动性比较好的火箭兵，太变态了。这个火箭兵需要削弱一下。我是被这边给砸了。我就杀了两个人啊，这有点虚伪啊，兄弟。站在这上才会有一些反应。好，已经进来两个了。在这个We have taken this top. 我们已经占领了，我直接在封锁。不行，这个火箭兵太变态了。这个就是火箭兵与火箭兵的对抗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据点要马上被占领了，赶紧回去，赶紧迅速回去。好，现在就是火力压制一下。我们那个人已经杀了对面，不现实了，你们嗨的对的嗨的都不怎么掉血。打了那个，这就是略微的一个小 bug。 I love the spot。 由于单身呢换完火箭兵杀人数直接上升，你想想这火箭兵多变态了。这就喘不去，
又剩五滴血了。哦，是被干掉了。这里狙击手真心的不好用，杀人太困难，爆头太难了。杀到了敌人。Alert！ 但是啊，据点已经是快被我们占领了，只要我们再占领一次，就结束了。